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那现在就带各位朋友逛一下饶河街观光夜市。第一摊人就很多了，阿根脆皮瘦肉。今天晚上夜市人潮相当的多，哦，音乐，好，那跳掉一段，因为有音乐。这边是卖皮带啊，因为现在还算比较早，所以人潮也还没有算非常的多啊。好，这个是大上海香酥鸡啊。其实小时候我蛮常来这边逛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国中以后我们家是住在南港，所以来饶河街夜市是蛮方便的。那我当兵的前一天也是来这边吃东西，然后再去坐火车。好，这边就是卖鞋子的。哇，西瓜汁啊！新疆烤肉串，来五串一百，来，不要走。啊，五串一百。好，那这个是烤玉米。哦，我好大的音乐声。烧马蹄。哦，这家是卖甜点的。原住民料理啊。鸟蛋达人，来。啊，这个是一口尖尖角。好时机。啊，这个东港西域黑人哦，每只20。这物价涨得蛮厉害的。这个 Topoki， 杏花村。
欧林铁板烧，创立于1986年，老店，好热闹，应该会有人有吃过的吧。哦，好大的音声，那我就用我的声音来稍微给他回应一下。啊，蛮热闹的啊。这个是捞鱼，捞鱼跟捞虾。好，这鱿鱼大王。鱿鱼没糖，我知道有味噌。现在鱿鱼没糖，我知道。但车子怎么跑？哦，这是小零嘴啊。现烤黄金鱿鱼卷，木瓜牛奶，好，那这个是上次有吃过的春日白糖桂，白糖桂蛮好吃的啊。看一下，蛮多种可爱的口味哦，抹茶铁观音可可，蛮特别的。哦，这家音乐声音好大声，那我就只能这样拍过去了。圆圆烧这家也非常有名，在这里。啊，因为音乐很大声，就只能这样照过去了。好，那这个是鸡蛋糕。嘉义红茶，嘉义红茶蛮特别。花枝木瓜牛奶，好，那这一家排骨汤也蛮有名的。丢飞镖，我是他一到还要扑出去，你把太小了，哪里去？宝宝马蹄，这声音蛮可爱的。为什么有汤会摆的斜斜的啊？小小的位置，一份50。好，那这家就非常火了，是这个陈董耀炖排骨，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店家。啊，非常非常火啊！这个现包的生煎包啊，可以参考一下啊。哦，臭豆腐好香啊！
好，这家就是上次吃过觉得还不错的四味海鲜羹，但是觉得比较好吃的是蚵仔羹啊。好，这家有上过电视，蛮有名的。好，看一下料。好，那老板娘年轻的时候蛮漂亮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夹娃娃的地方啊，小时候弹珠糖。这家应该也不错吃吧。干贝烧。马上就好了，谢谢啊。好，这家就是很有名的通化街冰火汤圆。好，这家就是上次试过我觉得很好吃的可丽露啊，各位朋友来可以来试试看，超好吃的啊。然后一颗90，两颗90块，这个蛮推荐的，好吃。哦。好，这个干拌面呢。QQ 水晶球，好可爱啊，好漂亮啊。 OK， 好，这边吃的很多了啊。哇哇哇哇！啊，在这家也是非常有名了，饶河街创始店，日式大阪烧。你要鸡块吗？瓦萨比要吗？要，帮我看看。加旁边，好。好，再就走到这个饶河街的尾部了。好，这家冰火菠萝蜜很有名啊。好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啊。喝35，然后很多种口味。神准算命。这家每次来人都很多啊。极地是家状元糕。
好，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福州胡椒饼。好，相信这个上过非常非常多媒体的店家，我小时候也常来吃的。热腾腾，热腾腾。米其林必比登呢？香喷喷，香喷喷。虚胖，小米甜甜圈，你好。好，那不知道各位朋友这个假日有没有好好出来逛街啊？哇，龙虾啊，好大只啊！好，上次我找这家找很久，就一直没有吃到。他现在在后面这边开店面，连家清炖猪脚，下次再来试试看。据说他们猪脚很有名。像这边有一个牛排馆很有名，上次也有部落客介绍过。菜宴，加地瓜球，好多人排队。这个是白糖粿啊，啊，这蚵仔包上次在这个宁夏夜市也看过啊。这个是起司章鱼烧，好，这家也非常有名啊，叫做这个玉华兴啊，那各位朋友有机会可以来试试看啊，是蛮有名的点心店家。好，虽然我在逛夜市，但事实上我都是要上班的。等一下我就上班，所以后面的一点点时间可能会稍微压缩一下，走快一点。好，这好多人签名啊！爆浆玉子烧应该是蛮有名的，十三香小龙虾。OK。这个就是天南爱玉，
OK。烤黑轮片，这个之前在宁夏夜市也看过哦。旗津手工黑轮片，如果稍画面稍微有点晃动就不好意思啊。那这个沙蛋卤味也很有名，对对。OK， 好。Bargain 啊，相逢自是有缘啊，只要是和善的话都 OK 啊。日式铜锣烧，好多啦。哇，这个沙西米看起来好新鲜啊，在对面。这个沙威玛啊，那已经有这个国外的朋友了啊。那你在国外看到我的影片，应该是感到很开心又快乐啊。看我的影片，你就还是仿佛身在台湾一样啊。国外的朋友来个加一吧啊。这个鱿鱼看起来蛮赞的啊，冰斗啊，这个乐华也有，啊，这个是小点心，啊，因为我现在有点小心急，所以其实刚刚有些画面应该是抖动的比较厉害一点，就跟各位朋友说一下抱歉。跟别人买，别人卖，你看贵。两百块，啊，这个是好泰。拍不到正面，拍侧面好了啊。这家好多人，应该很好喝。啊，很酷炫的好泰饮料店，看起来应该是不错。好、oh, ，OK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可以再换一个。啊，距离上班时间只剩26分钟，好，这家在这边非常有名的侏罗纪上次有来吃过，蛮好吃的啦，但是就小小贵啊，但是口味不错，可以参考看看。这家就是这个很有名的原土地公庙旁东发饮食店，当然好爱吃的朋友也是有了啊。那我觉得还好啊，在我小的时候它比较好吃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